请收看《卫星世界》工厂风水经。各位十方善知识，今日咧继续要甲各位讲解工厂风水，阮的机器的安装。过去两三天咧，拢来甲各位讲解安装的位置对唔对？好，位置对，但是咧，咱爱注意的，就是讲咱安装机器。的日月时嘛非常的重要。在二十年前咧，咱彰化要河尾啊，高速公路卡边咧有一间工厂的头家，因为朋友的姻缘呐，介绍熟识。那么有一天咧。时间呢，我来去甲参观你的工厂，伊是机器的工厂。当打进门诶，甲看看咧，依照咱这个易经风水八卦的原理啊，我讲啊，吴先生、吴老板，你这间工厂吼内神通外鬼，而且呢，你这间工厂多灾多难。黑工叮叮塔塔，吴先生呢，伊拢无讲啥。那么入去我行呢，行到伊办公厅呢，伊家己办公厅已经呢，我吴先生，你办公厅开的门多啊侪位呢，侪向侪位呢，所开的门甲外门连起来啊，都擦车，擦车呢，你这嘛会烦。这内神通话贵的查拉车来偷的物件，用敢有哟？那我照那我算那无唔对只，这应该已经发生过啊，不止两届三届。那么吴先生就无个讲啥，我就过这边参观呢，行到伊公司一个灶位啊，大灶位，我奇怪吴先生你这间公司的工匠呢？你这里呢？嘛是犯差错，犯是非，多功减影。这个时阵啊，吴先生啊，伊只甲我讲，老师有啦，我已经被偷的几啊届去啊，上严重呢，上锁摕入来公司，甲我这个金库收掉去，当时二十年前30万，收起来去互偷摕去。咁啊，调查结果咧，内神通话鬼，那么甲今日知了咧，伊无怨叹，家己错误去啊，那么吴先生啊，伊啊结缘真济十方善知识的风水大师，因为法门的无相像啊，所以对一件代志的看法，当然有无相像的见解。那么吴先生，我问我要安怎？我讲这爱改门，尤其咧，你这灶卡咧，甲你一口井，一口井咧，你揢唔到，你一口井咧，揢伫好平。你只要井伫好平咧，你一根工厂咧，好平咧，拄啊你个煞远，正煞远咧，所以咧，你这口井咧，互你公司百事未顺。我都我参观，看我托你讲诶，我咧托你讲有伊某啊无伊去啊，叫吓啊！我为了托你讲某我改去啊，我讲最后搁一改就好了，卖某啊！
啊，你甲请去你身顶呢，啊，面顶佛祖的位的话，你工厂内底，你到处归经呢，拢是这个叫做机器。你若摆只机器，好嘛当，这嘛当，你四界归经工厂机器的四界有嘞，那么你根本都托你讲无有者，财神无有者。啊，那么我来请面顶去。啊，吴先生老师啊，我吼，我的。托你讲有位刷啊无位啊，我无你个挂念啊嘛，哈，你都今日无改就我杀呢，杀你死，哈哈哈，大笑啊！哦，那我甲吴先生讲，你这个机器，哦，你机器大台机器嘛唔对位，你拢着好平的动，好平的病，两边较安静。哦，我甲吴先生讲，你上好咧，你的机器咧。啊，你嘛换位，啊，那么吴先生啊，啊人啊非常的慈悲，宽宏大量，哈，啊，伊就老师啊，无安尼，我门要安怎改，公司要安怎改，哈，即刚才我第一，你的大门哈免改，内门呢，你爱改就要收旺气，哈，啊，第一大门收旺气，第二呢？你的机器呢，原来的好评你嘛爱刷两评过，哈、哦，啊，过来第三呢，你去考证，去考证呢，你爱封掉，你讲哦，老师去考证要开赚几十万呢，往几十万，你公司几啊千万得得得了啊，你一支几啊十万的证，你封了有够多位呢？我你这边囤掉嘛，你搞莫大原来的好评呢，你莫搞拖对两评去，对两评呢去这条路。提抽水，莫打摔两边去，安就好啊。那么黄先生哦，安尼咪较紧，啊，改改三改四改，啊，教授讲改了以后咧，安定咧，啊，就有趁钱啊，啊，趁钱咧，啊，那么过些几年以后咧，公司业务发展，未歹，啊，那么伊只有一天来我。办公厅老师啊，我咧讲，我公司大家手咧吼，拢一个月站一个两个 person， 那等住，等等伊，心足疼的。啊，师傅唔敢带，工人唔敢带，囡仔唔敢带，拢大家手站等伊，唔知啥话哩。我都讲你讲，黑讲啊，坐唔对啊，走唔对啊，大门你含大门未通未下，你办公桌啊坐啊嘛唔对，规个整个拢乱去啊嘛。我中了，我都乱你们，乱你，咱的精神都失去控制了嘛。当然呢，你安尼一定手会沾着。好、哦，吴先生，当时我唔敢安尼讲，因为我后边有员工后边，好、哦，我这里是民主问题，所以唔敢讲。可见呐，这风水有法则，所以吴先生啊，希望啊老师啊，看要安怎改，你也讲，我一定照改就对。好、哦，过对不讲，你也讲。那么我讲机器的问题，哈、哦，所以机器爱敲好掉，一定要个咩啊？爱看日，安那看法，安那摆法呢？啊，等下甲各位解释。各位是方神地识，好，那么吴先生啊，哈，伊就。我甲改善以后咧，哈，那么伊心情安定咧，师傅啊，吼，阿妈是安定咧，啊，业务开始有趁钱，趁钱咧，伊就买一台真大台，而且咧做模啊，好机器咧，当时在二十年前啊，哈，一台电脑四五百万是非常之经费啊，好，那么黄先生啊，因为老师啊，我买一台机器，你改安那些。我你这机器，大家用，用大家的用。那么最基本的原则，黑两边，黑两边啊，有一个好处，两动，你大家在动嘞，你会愈做愈发达，愈发达，愈发展。啊，那么啊，买一个新机器嘞，安装嘞，啊，看日和安装，啊，安装好嘞，啊，过些半年后嘞，搁下一台嘛是五百万。那么吴先生啦，伊嘛是真欢喜的，对个老师啊，谢谢你甲斗三讲了，我公司真稳定，哈、哦，大行感觉继续顺势的，我机器的吼，迄、那个做模啊机器啦，又讲过黑一台嘛，五百万，
好、哦，那么要安那安坐啊？要安安到倒位？我你嘛是到两平尔，哦，只能到两平东，因为你生产的生产爱伫两平，粮是水，水是财，好、哦，所以你爱伫两平啊活动，愈动愈发。那么我就甲看一个日啦，看一个日好安坐。那么我看一日咧。啊，黄先生啊，伊原来乌瓜，啊，转去咧，伊就，哎，这个日咧，这个时啊，啊，伊就呢唔敢用，无用，啊，无用咧，伊就家己家敲电话，老师啊，啊，这摆是吼，我是按说迄个机器的师傅袂赴吼，啊，我敲慢咧，改机咧，我好了无要紧啦，啊，那么过过些三四个月以后咧，黄先生就过来啊。啊，就来哎，我办公厅。当时我要咧经营中心测量公司，我咧要经营测量的事业咧。啊，那么黄先生啊，来咧，目油目干。老师啊，吼、哦、啊，我吼歹势啦，我当时吼、哦、这个日咧吼、哦，啊看的日啦、啊，啊你我都是袂赴，我看你免假骗，我有种感觉。哦，啊！你感觉这个日唔敢用，因为我选这个日啦、啊。一般人你唔敢用，啊！一般人会用的哪一日？吴老师你也知，伫我同事毕业好日，拢好日啦、啊。你一定选上好日去安家去啊！我但是你无考虑，考虑着方位方向。好，我问你哪一天，哪一日？好，那么伊咧选着哦，是某某日咧，伊咧伫当兵安过去。好啊，选着自由跳日，自由跳。好，选着这煞日啊，三煞日、三煞时诶。好，就安尼安过去，安好以后咧，第二天起过去咧，就屋上人往我手就手个村入面，剪掉两只手，剪八仔，叫你去医。一手接有起来，手接有起来。过几工咧，啊，又个换别个师傅咧，过来啊，吼、哦，去要煎馍啊，去煎的是，又个手起来穿入去咧，又个煎几下再掉啊，哦，开始着惊，好、啊，这走来问我老师啊，这唔知道是安怎，是咪无拜拜哦？我讲无拜拜也有关系，但是你的日唔丢去啊，有老师你也知道。我足简单的道理嘛，煞远不安家去嘛，煞远不挡土嘛。啊，黄先生咧，才甲讲这個问题啊，才家己心内足艰苦。刚告诉人，我无我见的是一世人艰苦。这种职业伤害的人是有够多，拢是在一时无注意，为何会伤人呢？这日时啊，你若唔丢起的时啊。油离电，油离电，等于咱在修理机器，你插头啊油条的，乱的电波，乱流的电波，乱的电波咧，你那无关电源关掉，你修理一定去电着嘛，电着人就戆去嘛，人就戆去就手就落嘛，这足浅的道理尔，这是电学的问题，因为地球在动，地球有磁场，那么在动的是太阳嘛有磁场。月亮毛磁场，其他星球毛磁场，磁场与磁场之间呢，就是磁引力、磁力线，而、啊、磁力线呢，形成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有乱的电波了。这个时阵占的这些时阵啊，咱人一个小小的电柱了，咱人小小的电柱呢，那么你底下修理，创啥，你自然你就去伤掉啊。这个力是有够多，有够多，讲讲不了。唔知偌济人食亏亏咧，所以黄先生啊，家己所以迄个时阵啊，目屎倒一流来。老师，我安尼即世人，我上惭愧，就是这件代志。啊、哦，就是这冤家的代志。伊讲问我老师，你的选法哪个那么搞法？我好日无一定好用，你的好人对我讲，无一定是好人。我的好人不一定是你的好人，我的好人达到我的目的，我请你拍手，我对我好人，但是对你是威胁。
你请你拍手，对我是威胁，对你是好。所以日神啊，就车一个日神就是车体，只要车对你有益，都会使；对我有益，嘛会使；若是对我不利，对你有益，嘛是袂使。所以一个人啊，站在某人来用是好人，也怕天下的人；啊，一个人站在某人呢，也是你的死对头。所以日神的算法啦、啊，这功夫啊。哦，这真正注意。那么黄先生啊，伊讲老师啊，那无爱安怎，我过去关掉，刷走，重新看日看时，哈、哦，你才重新来安。那么我黄先生，只要我刷好你嘞，你是不是应该未变啊？伊讲我永远都未变啊，你讲安怎我就安嘞？啊、哦，因为了解到这个真理，了解到这个道理。啊、哦，所以黄先生啊，才欢欢喜喜、欢喜甘愿啊，才重新呢，佮看一个好日，佮来安这个机器。各位十方善知识，咱要安机器，佮修造、修建。同款起做起起建，同款的要领，这个妙法是无两项的，这不二法门。那么现在，咱请大家，哈，咱大家来看这张图，哈，咱一间工厂，哈，也是一间厝，咱甲分为东西南北。好，那么这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咱一间厝咧，首先爱看日头对对出来，哈，日头东方日头出来，你就知道哦，这向东的，还是向北的，向南的，向西。那么按过去啊，咱来这边咧，哈，咱对中央一间厝工厂的正中央去推，哈，推伫北方，反射北方家，反射东方家。那么不管是地球东西南北，但对是无变。好，那么咱若是东边，东边也是这个所在，这拢属于东。好，这拢属于东。东呢，你记自日、幽日、抽日、自幽抽日时月嘛是同款。好，这个上进去安过去啊。因为自由听三刷刷当自由听或者金局金局金局甲东方呢金克木刷当刷着的三刷三行元素合起来变成一个毒药。道理就是安尼，所以这个三项药咧，三项元素合起来，独独的当兵兵，那么自由挑日，你袂使选择当兵来安装机器，有哈，来也是在动工嘛袂使哩。那比如今年，哈、啊，猫年海猫咪咧刷腮。今年猫年做都太水，太水，东方是太水，太水东头做有无灾必有祸，道理就是伫遮。好，所以咱今年海猫咪煞西咧，咱来看这个图哈，西平面，啊，伫西方咧哈，咱咧这个忌海猫。米日时月年好年嘞好，这拢是只海猫咪嘞三种元素，和三种元素嘞，好多三合木局木局啊，煞西煞伫西方。有你的电的西平面，好乱流的电波，今年过年汤面是西平，也是今年啦。啊，鸡毛年兔年啊，咱那厝咧，
坐西五当诶，加忧心。好、哦、啊，未困心的心，加忧心顺。西边面的呢，今年拢是三煞。好、哦，三煞你若当了，必定有三盏的代志。你三煞卖运十二年以上，上少十二年。你三煞，我三煞呢？一年岁到春呢，我三煞。那就即摆已经二月啊，二月呢，农历二月，海包味煞西。西平你若假使去动土安家去，也是真紧，也是隔壁西平面的人咧起厝咧，你就爱注意啊！你厝内有囡仔咧，你就会足未平安呢。一旦平安发生问题时啊，怎么办？就用盐甲米咧，隔壁涩涩咧，盐米盐甲米搅搅咧吼，慢慢涩涩，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涩涩三六九。三更下一界，安尼咧，家内囡仔较平安。那无咧，用二遍的清明喷，洗洗一遍庙咧，然后咧，请观世音菩萨做主咧。你穿阿香、柳香嘛好，阿蝶阿香嘛好，花嘛好，睇咧，静静咧吼，你个静静休休咧，家内较平安，或者刷三刷刷西。所以呐，都啦，亥日、卯日、未日咧，这三日咧，你这条都。西平面，你要按过去，你要特别注意，迄因的三煞。煞咧咧，你一年来你工厂生产你就问题啊，好、哦，感觉足未顺时。啊，咱过来看这图哈，北方，北方的寅、午、戌、日、时、年、月，哈、哦，寅、午、戌、日、时、年、月咧。咱若伫北方内要安家去的是北边要安家去的吼，即个北边面上北边面的，咱即个因月正月、五月、九月，也是因时、午时、戌时、因日、午日、戌日的，即拢袂使咧安家去，安尼就三煞。好，那么西边面呢，在安家去的时啊，吼海包未日时啊，西边面呢。这拢唔通来按机器，啊！这里就唔通按机器，啊！这里咧吼唔通按机器，好、啊！这里自由跳那唔通按机器，好、啊！这是非常的灵性，我印证有够这个啊！若是日无好食，一个月来，吼拢未顺时，一个月来应验；时无好食，时三煞食，你真这里要到一天以来马上发生。但是发生了以后，你一年的水，咱爱注意。过来呢，那个画图哈，南方，哈南方呢哈，那个日新诸神日时月年，哈新诸神煞南，新诸神的水局水局，哈水局煞南，哈所以咱呐南方的呢。好、哦，南平面呢？咱若要安家去啊，无论出啥物啊，安家去啊。然后新主新年月日时啊，你要安家去爱请注意。你若无无多撇的，月你嘛爱撇，日嘛爱撇，时嘛爱撇。咱撇的你，咱家内得给足平安顺时，事业嘛较顺时啊。好、哦，这个真理呢，大家拢去说服你。但是吃亏的人是有够多，希望各位啊，恁唔当吃着亏。好，今日咱的课程到这段落，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遂。